就这个没有辣椒，高兴也能吃了。哎呀，这个鸡翅有点老了，好几年的。这是干蘑菇，蘑菇冻鸡，顺便在快熟的时候放两袋小馒头，不用蒸米饭了。去去去！高兴，哎呀，哥们没当个趴地下嘛？哎，去去去，去去，要去！嘿，嗯，高兴，趴着走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个鸡有点太老了，熬了两个小时呀，还是咬不动。刚我吃了个鸡肠子，还嘣嘣硬。下去再看看，再贴点水。高兴，饿的也不行了，是吧？哎呀，这个鸡两个多小时走不活不烂，饿的实在不行了，先把鱼弄了，看看我这个像是滋滋的水煮麻辣鱼，看这个颜色咋地的，还行咯。高兴，今天你能吃了啊。鸡肉没辣椒，还有小馒头。嗯，小馒头，而且也不嚼就行了。哦，这个鸡是验证了，我估计这个鸡抓不到坑道吧？念念冻了三个小时，熬了三锅水。哎，高兴，糖腻，馒头也能吃了。嗯。咦，快，烧鸡赶紧吃，和给妹妹。嗯，没把它吃。哎，吃了块凉了。凳子够吧？够。再拿一个凳子。嗯，你坐在那啥？咦，吃。今天这个鸡是我长这么大。吃过最难熬的一个鸡，熬了满满三锅水盖住盖儿，还是硬。看高兴会的，哦，不会的。哎呀，说你个会的，你还生气，你还，就像你能听懂。快，猴给妹妹吃了啊！熟了呀。那干啥了？那放凉了吃。哦，来，让他坐里面，坐着。去，小静，让妹妹坐了。那个鸡爪你能啃动？来，下来呀！哎呀，你看可以的。吃吧。来，回头风太大，放在家里面自己下吃吧。对，饿的不行了嘛，饿的不行，这个鸡还有点硬，别吃别熬啊。哪个软吃哪个，啊，吃，啊，高兴吃的啥了？嗯，吃的馒头，我们吃给你吃馒头，哦，咋了？他的手里面的馒头，我给了那个爸爸，对，多吃点素啊，这么小少吃肉。你看吃这个馒头吃的香，那里面还有土豆了，小姐，还有土豆了。哎，这也喜欢啃鸡脚，他们这是不吃鸡脚的，是被中国饭给度化了。哟，哎呀，你这个学习能力强了，高兴。对。再吃点肉，一口肉一口馍的，哎，行了。别吃还别看锅里面，嗯。吃烧鸡多了，这个鸡肉多了。嗯，这个鸡肉好吃。嗯，爸爸，你吃吧，有爸爸你才有肉吃了，要不然你爸爸
不在的话你妈又给你吃咖喱饭了。嗯，不是，不是。嗯，好吃吧，你们姐姐姐姐。嗯，好吃吧，记住。你去查我，你还是没有的。嗯，没有今年一个大桌。来了。张燕了。啊，熬了三锅水，嗯，吃呀，能拍了。看看高兴吃的，一个馒头都吃完了，要一个一下都一会儿都吃完了。哎，抢不住，自己大了就顶出来了。你看，往出掏了拿手，刚拿手掏出来了吗？嗯，又闹了这个。你看，喂了，又过来醒来了，给他少吃点，少你吃两个就行了。嗯，喂，高兴，你在干啥了？嗯，哎，高兴，嗯。你刚刚我说我教你，嗯，我教你的时候，嗯，然后你老公，你说，嗯。你怎么说？我说哎。嗯，不是这个，哎。嗯。不高兴说，嗯。还要笑。高兴。你给老汉。喜欢这个手里面的这个名字叫什么名字？小皮球。啊。小的皮球。嗯，小的皮球，大的不可以一个手里面。嗯。这个哪里哪里去捡？去。哎，哎呀，今天是睡好了，下雨都不拉回头。嗯。啊，外面下雨不啦？没有没有。嗯。小的下雨。小的下。现在可以了。看。看。没下雨了。嗯，就是不下的吧。哎呀。下了一天了。耶，我看铁罗兔能吃这个。嗯，再洗一洗。哦吼，还没好了，好吐了。好，我再洗。我都不吃。嗯，那个给那个车打电话嘛，修好嘛。他昨天不是说，嗯，11点修好嘛，这是下午了。咱们明天去下咋了？嗯，打电话，动不动一修就放在那里养老去了。他教你了。你吼啥？高兴。来，大板给我来。嘿。慢点喽。来，扔过来，扔过来。往这儿扔。